说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我推翻一切做个真英雄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我舞刀光剑影，身手不凡，看我威武一阵风，路见不平我就出手不犹豫，惩奸除恶就是为了天下太平，我两肋插刀，我侠骨柔情，素面朝天称兄道弟一路前行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一样出宝暗良辰的阳山胜过真正男子汉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我们携手同行一切尽来，潇洒如风来去任世间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一样出宝暗良辰的阳山胜过真正男。郭槐在大牢里一直不肯认罪，但是明天就是皇上给我们的最后期限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本府办案只求问心无愧，就算到时候皇上怪罪我包拯，我也绝无怨言。桂姐，让我进去。包大人正在商量案情，你不能进去。桂姐，桂姐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。桂姐，胜男失踪了，你们为什么瞒着我？玉桂姐，玉桂姐，不用这么紧张的，有事慢慢说啊。你还说你是他二叔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也瞒着我。我没有啊，谁说的？刚才翠霞到兰桂坊来买东西，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包大人，盛南为什么会失踪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包大人派盛南到外地公干，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怎么算失踪呢？那为什么翠霞说她失踪了？桂姐，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的文书来往受阻，昨天还没有收到盛南的消息，所以嘛就……是没错，我们今天早上呢才收到盛南寄回来的信，他信里面还向我们报平安呢。盛南说一办完要紧事就马上回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，包大人哦。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别忘了，一有盛南的消息，马上告诉我。必须的，必须的。如果没什么事呢，跟包大人说一声，我们就走吧。包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展大哥，你来了，我知道你最爱吃兰桂坊的菜，你看我都买回来了。翠霞，你是不是把盛南失踪的事告诉了桂姐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包大人一早交代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桂姐，以免她担心节外生枝，可是你却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这件事不能说。好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乱说，公务上的事情你还是不要插手。
来来。欧阳兄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有用啊？其实说真的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的。不，都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盛南他们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现在盛南在哪儿？会不会出事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欧阳兄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冷静点听我说啊。我觉得这次那帮刺客的目标不是盛南和明月，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重新整理线索，找出他们的破绽。老实说，如果现在连我们都不振作，他们还可以指望谁呢？你说的没错，他们还在等着我们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，把他们找回来。翠莲，坏蛋，你是不是翠莲？干嘛拉着我的手啊？翠莲，你是不是翠莲？放手啊！对你的头啊！哦，是你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就是他害我相国被打了20大板，这回我一定要报仇！我干嘛干嘛干嘛？我你干嘛？我停！哎呀，没有脸！我你干！我快点！快啊！子乐，今天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胖冬瓜，如果你是我爹就好了。我爹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买过风筝呢。子乐，不准乱说话。大人，限期已到。但此案还是毫无头绪，况且盛南和明月现在也下落不明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如今最重要的事啊，是先要把明月和盛南找回来，其他的事唯有走一步是一步了。只好如此了。包大人。哦，张公公。皇上来了。皇上深夜到访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朕此次来，是想让包青家你马上停止对狸猫换太子一案的调查。皇上，作为一个儿子，当然希望马上查清事情的真相，与生母相认。但作为一国之君，朕宁可治包青家你的罪，也不希望真相公诸于世啊。朕都不愿意相信，朕一直敬重的母后竟然会做出天理不容之事。皇上的心情微臣当然理解，只是微臣深受皇恩，理应为百姓请命，如今有冤案发生，微臣自当为蒙冤者洗雪冤情，不能让无辜者含冤呐。Thank you.
你放心，他的性命已无大碍，只是他服下毒药，毒性已然发作。虽然我施针将他的部分毒性逼出，但神智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了。奇怪，这毒药究竟从何而来？当日我向皇上禀报案情之时，庞太师就神情有异，而且急于探视郭槐。莫非庞太师也牵涉其中，所以才要杀人灭口？哎，只可惜现在郭槐昏迷了，不然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口中探出事情的来龙去脉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能不能让郭槐早日醒过来？哎，等一下，包大人，我们不如不要这么快救醒郭槐。欧阳壮师，何出此言？因为郭槐有心求死，就算此时救醒他，他也一定会守口如瓶，不会说出真相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计就计。包大人，民间传言大人日审阳间，夜审阴间，我们可以设局让郭槐下一趟地府啊。死！转世投胎，你是大胆郭槐，见到本王还不下跪？阎王爷，阎王爷！郭槐，好大的胆子！你以为畏罪自尽就可以逃过一切罪状了吗？本阎王有一宗冤案，已经等了你好久了。冤案？难道你勾结德妃，以狸猫换走了太子，之后还放火杀人，意图灭口？郭槐，你可知罪呀？阎王爷啊，没有这等事啊！你还想狡辩？德妃
已经招认了一切，若你还不肯道出在阳间所犯的罪行，便会像德妃一样在阴间受刀山火海之刑啊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不关德妃娘娘的事啊，一切都是我出事的，都是我干的。阎王爷，你就放了他吧。那还不对本阎王爷一一道来。我是个阉人呐、啊，自小就被我的父母带到宫中做太监啊。娘娘，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头的日子。但是世事难料，谁又会料到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知不觉中我被德妃娘娘视为贴身亲信，她对我的信任日益加重。然而我知道自己在宫中只是一个奴才，一个阉人，如果我要在后宫中取得更大的权力，就必须依赖着德妃娘娘的地位。好，阎王爷啊，用狸猫换走太子是我郭槐干的，不关德妃娘娘的事啊。阎王爷啊，住了，郭槐中计了，爸爸真鬼，嘘，装得像一点。那当年冷宫大火，死伤无数，大批冤魂到本阎王面前喊冤。郭槐，那是不是你主使杀人灭口啊？不是我郭槐干的，那是包拯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开封府的人假扮的？包拯他装神弄鬼，用这蛊惑人心的办法逼你承认从未犯过的罪。包拯，你害怕限期一到皇上降罪，竟然使出了这些旁门左道的办法，现在你就跟我进宫面圣，看你在皇上面前如何交代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包拯，朕给你的期限已到，你可查出真相？启禀皇上，微臣已经查明当年宫中狸猫换太子一案，皇上确实是陈妃娘娘的亲生儿子。你有何证据？大内总管郭槐便是最好的人证，当年就是他用狸猫把太子换走的。皇上可以请郭槐来道明一切。传郭槐。是。传郭槐进殿。奴才郭槐叩见皇上。郭槐，奴才在。朕来问你，
当年宫中狸猫换太子一事，你可否知情？回皇上，奴才不知情啊。郭槐，方才你已经承认了一切，何以现在？皇上，方才包拯引导郭总管说出的一切，实非郭总管的本意。没错，皇上，奴才醒来以后，发现自己竟然在地府之中，这惊慌之际，奴才才在包大人的引导之下说出来的。郭槐，你岂有此理！包拯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做出如此之事！皇上，大胆包拯，到现在你还想狡辩？皇上，既然期限已至，包拯仍未能查出真相，理应惩治包拯，污蔑先帝、先太后，捏造皇上身世之罪。包拯，如今你还有何话说？站住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皇宫禁地岂容你等乱闯？我们是开封府的捕快，有要事向皇上禀报，二位通融一下吧。不行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谁都不许进宫。皇城已死，禁刀在此，谁敢阻拦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人，在将包拯的乌纱拿下。是。等等，卑职参见皇上。大胆！未经通传，竟敢擅闯御书房，该当何罪？启禀皇上，卑职等此次冒死进宫，实乃有要事向皇上禀告。卑职已经找到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证人，陈妃娘娘的侍婢寇珠，而且还把她带来了。传寇珠。是。传寇珠进殿。奴婢寇珠叩见皇上。是你，寇珠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启禀皇上，奴婢那是当年陈妃娘娘的贴身丫鬟。当年陈妃娘娘临盆诞下太子，不料郭槐得知娘娘诞下太子，竟抱着一只剥了皮的狸猫，将娘娘的太子偷偷换走，而这一切都被我发现了。郭槐为了阴谋不被暴露，还威胁我不能将见到的事情说出去，不然就会招致杀身之祸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敢说出去，我整死你。因为诞下了狸猫，陈妃娘娘被先皇打入冷宫，想不到郭槐竟然要杀人灭口，命人火烧冷宫。救命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寇珠，娘娘，我们快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干什么呀？皇上御赐的金珠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娘娘。小心啊！寇珠，来人呐，抓贼呀！快走，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站住！站那边，站那边，站那边！快追，快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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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娘，娘娘怎么办？娘娘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事，您先躲起来，我去把杀手引开。不不不，寇珠，这个是皇上御赐的金珠，你把它收好了。若是我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答应我一定把太子找回来，把这颗金珠交给他。在那边，站住！快追！快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当年一别，我和娘娘竟从此失散了。哼，单凭你这妇人的只言片语，又岂能证明所说的是实话？我们乃奉陈妃娘娘之命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寇珠的，此事岂能有假？哼，
无凭无证，叫皇上如何能信？当年娘娘未测万全，将先皇御赐的金珠托付于我。郭槐，就交由你处置吧。臣遵旨。人犯郭槐，你先以狸猫换太子，再火烧冷宫，又欲加害陈妃娘娘，如今人证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所有的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既然你已供认一切，根据大宋律例，罪当处斩。包大人，事关重大，依草民所见，单凭郭槐一人之力不足以操控这一切，幕后一定还有主谋，请包大人彻查。不用再查了，一切都是我。人犯郭槐，罪行滔天，于明日午时处斩。相信包大人一定可以从轻发落的，起码可以免你一死。其实你不说，我们也已经猜到了，这整件事情，庞太师就是幕后主谋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要再多费唇舌了。郭某罪孽深重啊，如今被判斩首之刑，也是我应得的下场。而且能为我的主子而死，值了。你记不记得你当年救我的时候跟我说过，
问过我粥要怎么煮才好吃吗？从前有一个人，他很敬重一个女子，那女子是很喜欢喝粥的，所以这个人就一直努力在找粥煮的好吃的方法。虽然这个女子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人为她做了什么，可是这个人每次看到那个女子吃完她煮的粥之后都笑得那么满足，那就足够了。所以啊，要想煮出好吃的粥，就去找一个喜欢吃粥的女人。不过要是找到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要轻易放弃。我明白。郭槐，时辰到了。郭总管，可不可以让我送你？想不到郭公公为秦儿断送了一生。其实要我说呢，一生之中只要遇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就算舍弃生命也值得。有件事我一直很奇怪，盛南、明月，你们二人不是在保护陈妃娘娘的时候失踪了吗？怎么又能突然带回寇珠指控郭槐呢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几天有多担心呢？是啊，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参见陈妃娘娘。免礼。谢陈妃娘娘。是我将寇珠的去向告诉盛南、明月，让他们去找回寇珠，而为了避免凶手的追杀，我也一直在你们面前装疯卖傻。哦，这样。既然陈妃娘娘早已想好计谋，而且又知道寇珠的下落，那为什么不跟包大人商量商量？你们试想，一个经历半生后宫争斗，最后连自己的亲生孩儿都被调换了的女人，她会不会那么轻易交出自己最后的筹码，将自己的命压在别人手上？那为什么陈妃娘娘将重任又委托于明月与盛南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她们都是女人，特别是明月，她跟本宫一样，
同是为人之母，懂得那种骨肉分离的痛苦，我相信与自己感同身受的人，所以才让他们前去寻找寇珠。原来如此。管他呢，反正现在案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相信陈妃娘娘跟皇上很快就会相认了。皇上驾到。臣叩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包青将，臣在。你知道朕一向敬重先太后，现在朕要你老实回答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。回禀皇上，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郭槐的主意。皇上，郭槐他为了贪图利益和权势，干下了狸猫换太子一案。包大人已经将案件查得水落石出，先太后确实事前并不知情。包青将，他所言当真？郭槐扰乱皇室，陷皇上于不忠之地，证据确凿啊。那你们认为朕现在应该怎样向天下臣民交代呢？草民建议皇上大可昭告天下，将郭槐的罪状公诸于世，恢复陈妃娘娘太后之名。好，那就照卿家所言去办吧。皇上英明。那母后现在？禀皇上，太后正在花园等候呢。这样，那有娘叩见孩儿呢。皇上，刚才你称呼我什么？娘。孩儿不幸，让您受苦了。孩儿发誓，日后定当好好伺候您，不会再让您受一丁点苦了。方才你的一声娘，娘此生也就死而无憾了。娘，我的皇儿，我的皇儿啊，承运皇帝诏曰，李宸妃遭奸人所害，流落民间多年，受尽苦难，故今册封李宸妃为庄县民肃皇太后钦此。此案能水落石出，开封府上下功不可没。理应嘉奖。传开封府展昭欧阳胜男柳明月进殿。臣参见皇上。报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开封府破案有功，特意赏赐番邦进贡兵器一批，望开封府众人继续除暴安良，屡破奇案。御赐带刀女捕快欧阳胜男、柳明月，两人在此案中立下大功，故赐予封号御前带刀女护卫钦此。谢皇上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半世的疾苦，谁人能参透内幕？言不尽风情百度，一朝手抛的痛苦，泪让现实变轻浮，把灵魂倒入虚无，轻飘静静叹息人生悲苦，但不知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静静叹息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要做最后到达彼岸的信徒。轻轻飘静静叹息人生悲苦，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永世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静静叹息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烟花，天亮后